有啊，桃园大园有啊。今天东西没带那么多哈，过完年都休几天休市，他们通常会休到元宵，过年他们通常都休到元宵。OK， 我继续去哦。小雪早，永远早，莉莉安早，慧雀早。对，他们因为其实他们这个早市哦，在元宵之前都没什么人，都没什么生意。可能有时候会提早啊，初九开工，有时候初九开工。要预定龙胆石斑十公斤左右方便吗？要看他拿不拿得到哦，可以跟他拿。可以跟他拿正量，我可以帮你讲，看你什么时候要，看他有没有办法拿到，拿到就有，拿不到就没办法。最近可能石斑比较贵了。朱妹妹早。
通啊，现在。博南啊，今天来这边演美杂，明天早上在丰原跟嘉义，明天早上在丰原跟嘉义，莉莉安早安，默默早，崇伟早，田正强早，博南为什么在这里？因为今天阿姐休息，所以他们稍微调动一下人力。十公斤多少钱哦？现在还不知道。现在没办法跟你讲多少钱。先问你，哎，没有。王董早安。问你报啊，哪位业务？我问你姐，十公斤的龙胆头要多少钱？我帮你问一下，罗志远早，张，哎。十几个龙胆头，十几个龙胆，今日唔使傻奶，我啲隊總走點打，多次失敗啊！我需要面罩，先包扎。他们包了啊？鱼标一包200，这乌鱼标200。钟会长，我在帮你问哦。真的，他说。不一定呢、欸。他说龙胆十公斤，他说基本一公斤都是400块的，所以没办法跟你确定多少。十公斤的话，大概是在，我觉得他最便宜可以给你3800吧。副领导，今天有红鲟哦，一只200元。今天有红鲟，一只200元。这个蓝色的是什么？红条。红条啊，还十块钱，将近十块。爸爸，怎么样？那走路啊，来。爸爸。哦，对，怎么办？八个人。三八啊，好，谢谢。
OK， 增量没问题，不客气。今天有一只鲑鱼，今天有一只鲑鱼，现在在算，现在在看着那一只，1500，切好了，1500。明天整公园会有整片的鲜血鳕鱼，很难哦。伯南，对，今天人事调动，人事调动。网友岛，两头不是金的，不是金的。我一个手呀，鲑鱼卖出去了哈，没有鲑鱼了，整只鲑鱼卖出去了，今天只有一只。潘姐早安，潘姐早安。这安静哈，伊爱升 SM 呐，这安静爱升 SM 呐，所以要八点。好啊，走。不乖，有机会吧？我不，好啊，好，好啊。来送个小果，太好了。来送名就，大家去望名，我没有。我未讲嘅，想讲嘅啊！而且你本来个嚟，要做咩嘢啊？我要做咩嚟好问啊？我做咩啊？而且。
你是迄溜螃蟹哦、喔？对啊。过来啊，溜螃蟹。快了，下啦。好。Thank you.
他就为了把我们过敏。对啊，我白买，敢有人买？